大家好，我是 Man Cup 的 John Chan。 今天呢就去了旺角一個聽 Hi-Fi 的地方，聽一隻呢是70年代或80年代初出版的唱片，這個唱片叫 The Supercar， 就是日本製作的。70年代尾在日本呢所謂興起了一些所謂超跑熱潮，但是當時呢 要近距離去看看這些 Supercar 或者聽下它的引擎聲是相當之不容易，因為大部分買這些車人都是有錢人，不會說隨便說讓你放在公眾聽一下，所以就有些製作機構就出版了這類的唱片。今次這一隻呢它都、的唱片它都網羅了幾多的、當時的名車，譬如好像有法拉利 Dino 20GT、啊、林寶 Quinta LP400、啊、Porsche 934 Turbo、啊、Lotus 的 Europa Trim Cam、啊、Maserati 的 Bora、啊啊，同埋林寶堅尼嘅 Mirora 嘅，嗱，我哋咧而家就聽其中一咳，就係呢個林寶堅尼 Quinta LP 400嘅。哇！這個 V12 引擎的聲音都非常之震撼啊！嗱，以前呢要錄音咧，都梗係唔似而家喂，攞個 iPhone 咁啊，博個靚啲嘅麥就搞掂啦。嗱，你可以睇翻咧當時佢哋啲製作團隊咧，要攞好多錄音嘅器材啊，咁啊，哇，都成天人嘅喎，都咁啊，哇！啲當年嗰啲日本男人都中意流蘇喎，有啲似啊後生嘅財爺啊。咁啊，錄製嘅地點咧就喺富士跑道。咁依個富士跑道呢個地圖嘅樣咧，同今日咧係有啲分別咧，因為當時都未改建嘅，仲有呢個所謂弧形30度嘅彎啊。咁但係其實喺70年代尾已經取消，因為當時咧都70年代初先後發生過幾次嚴重嘅意外嘅。好，睇住咁多先。